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超认真交换礼物大赛，耶、yeah. ！到台湾爱如软软，什么台湾？是爱伊莎软。好，我是爱伊莎。我想整形成 IU， 我想整，我想跟李钟硕交往。我想跟 IU。几号？六号。是应该要拉开吗？是你那上面的吗、啊？还是可以拆、啊。哦，用一点。好、哦。好怕弄坏。弄坏刚好而已，你不是很讨厌软软吗？是什么？我感超香的，好香哦！香到那什么？哎，香真超香，好香，好爽！这礼物满分十分，给他几分？满分十分，我觉得有十分。哇！因为刚好有符合我的需求，因为是软软送，他给他十分。那我要拿走，不要抽我的。四号，四号是谁？干，就刚刚那个软软包哦。小胖送的。啊，美兰哦。哎，干！哎，哦，这是那个啦，扩香的。扩香的 ，Seven。我刚刚看到以为是矮人矿坑的桌游，我是大圆白买的，你说两个谁有在卖的？哎，大圆白里面有，猫呀有卖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哎，这个也很棒哎，那如果有那个香氛哥哥，你会选择哪个？香氛，满分十分，给这个礼物几分？这个目前可以给到八分啦，就暖暖包加这个香氛的这样，还是给七分好了。目前先给七分。二号，二号谁？哎，小胖抓到我的，干哦。黄小杰品牌的随行包，你说它这个可以贴上去的，贴在这里。灌篮高手、樱木花道公仔，哇，哎，看这可以耶，嗯，这样，哎，这样就变跟我情侣公仔系列，因为流川枫在我家，我跟你讲，流川枫在我家，再过一次，三井寿在他家，老人与狗设计师公仔、达摩公仔，这很贵哦，这好可爱哦。哎，这蛮可爱的。有四颗设计师公仔，啊，脸可以互换。这鸡啊，这达摩公仔四颗。三号，三号是重重的。三怪公仔，一次拿四只走，哎。那头发那么短，给他这个。干洗发的，我用一个很屌的东西跟你换。你是很喜欢数码宝贝？是。完了，这你买不到。这是加布兽，巴达兽，主角太一的伙伴。牙骨兽，牙骨兽进化宝龙兽，这满分十分给他几分？八分了。一号是谁？一号孟伟的，这是孟伟的礼物。好毛毯，好毛毯哦。我们前几天才买一条新的。哦。第三条。之前盖过，然后拿起来洗。没有啊，盖。这摸起来真的像是洗过的。什么洗？八分。啊，电动牙刷，很棒哎！我可以给他十分。那我觉得小胖礼物最大。哎，干你俩！我收到暖暖包，我会生气。真的？哎，我真的生气。倒霉鬼是我。你是今年最后一名。哎，我那个还好吧？等下小胖打，等下谁？看你这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ne, two, three 啦！新年快乐！哇！好吧，我们现在交换礼物结束了。但是除了我们自己的交换礼物之外呢，我另外准备一个超认真交换礼物送给钟钟。哦，怎么可能？哦，听友超智能热射筒，这是我准备两个热射筒送给钟钟。哈喽挥手吧，他就会打开。第一个挥手。哦，还有另外一个用法，就是你可以按一下，它要敞开，你就可以慢慢丢热射。嗯，丢完之后再按一下，关起来。哦，第三种，丢。感应按跟 T 都可以，它是 USB 充电，非常环保方便。然后它的大小是 10L。这次呢，我帮大家要到一个很优惠的价格，比官网还便宜哦。一个多少钱？知不知道？多少？多少钱？知不知道？6999。你错了，599。它只要499。这么便宜？499。智能的这种一个才499。499。干杯！你看，拿去丢了这。499而已，非常的便宜，比官网还便宜哦。大家买起来。